圣地亚哥动物园 San Diego Zoo 本月19日宣布，今年夏初从中国抵达圣地亚哥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云川和新宝将于8月8日星期四首次公开亮相。这两只大熊猫是21年来首批进入美国的大熊猫。自6月底从中国成都抵达美国以来，这两只大熊猫一直在适应圣地亚哥动物园内新改造的熊猫岭。这个创新的空间比之前的熊猫栖息地大4倍，灵感来自中国著名的地质构造，模仿山脉、峡谷和悬崖。它拥有可供攀爬的新遮阴树、各种各样的植物和起伏的山坡，让云川和新宝可以垂直探索。圣地亚哥动物园目前为游客提供三种体验大熊猫的方式。在参观当天，游客可以领取免费的大熊猫定时参观票或加入候补队伍。此外，游客还可以预定60分钟的清晨熊猫徒步之旅。想要了解更多有关如何参观熊猫的信息，请访问圣地亚哥动物园官网。